斗争，大家好，我是丛慧云。哇，最近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时节非常适合出游。从10月开始，全台各地会有各式不同的花季要登场喽。再微凉一点的天气，如果您去露天风吕泡汤，更是一大享受。而且爱美的女生，这时候不管是去哪里拍照，都不会热到脱妆。哎，这是在讲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吗？不把握现在出发，还等什么时候呢？今天我们的镜头要带大家流浪到淡水去，不一样的超嗨一日游，会先带大家到无敌景观餐厅品尝这里的超人气老饕牛排，意式餐点下午茶。这老饕牛排是取自乐眼的上盖肉，是乐眼牛排当中最精华的部位。美食巡礼之后动一动吧，我们要带您到马场体验马术运动，骑马出体验挑战关卡。运翔主播说，准备上马的时候，他心里感觉好像要上残酷舞台一样，一开始真的是好紧张。究竟这现场会出现什么样的爆秀场景？跟着运翔主播的镜头，我们一起嗨玩淡水。主播出人，我今天带大家流浪到淡水了。哇，一到这边来啊，就可以感受到好凉好凉的海风哦。那我们淡水的第一站呢，就要先带大家来到一间无敌海景餐厅 ，Go！ 我们现在煎的是美国老饕牛排，它的肉质很软嫩哦。那适合的熟度在于五分熟。哇哦，牛排在油锅当中煎得滋滋作响，香味四溢。老饕牛排取自乐眼上盖肉，是乐眼牛排当中最精华的部位。大火嫩煎，赶紧送进烤箱，逐步堆叠完美温度，成就最鲜嫩的口感。来，满满一桌上菜咯，大家看看。超级澎湃，这就是我们今天流浪到淡水的午餐。马上我们就来尝一尝老饕牛排的滋味。好，我先切一小块，这样对吗？可以。好，姿势一百哦。不错。好，那我试试看哦。哇，非常鲜嫩呢。它需要用文火去煎它。哦。对，煎到它的香脆。出来之后再进烤箱稍微烤了一下，然后让它静置。这里的意式料理做法相当讲究，还结合了在地当季食材，一旁还有超级缤纷的三层英式下午茶，味蕾大满足。好，吃完了澎湃的午餐之后，接下来我找到我们餐厅的一位伙伴，要带我们来逛逛在这边的观景台。好宽呢，得天独厚的超大露台，远眺观音山美景和无敌河景，水天连成一线，下午茶时光好惬意。流浪到淡水第二站，继续来看看我这一身的装备，一秒变身。继续，我们带大家来到马场，我们要来进行马术体验 ，Go！来来来，看看这匹线条结实的马儿，就是今天会带着我们体验马术的好伙伴。进马场之前要先进行前置准备。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吊马庄了，这一匹就是待会儿我要体验的马术的马匹，它叫做 Nan， 个性非常的好玩，虽然它是阿公骑，但它现在还是有年轻人的肉体。下场前我看我还是先拜拜码头好了。好，那的待会就拜托你咯，拜托你咯，千万不要把我摔下来啊。你看他的眼神有点无辜。他说没问题。进马场前，教练会先检视马匹整体状态，帮马儿梳理鬃毛，为马蹄保养上油。我也来趁机和马儿培养培养感情。大力一点。他的出帅了，真的。他的肌肉在抖动哎。那的你的头发好柔顺哦。等一下，好好照顾我哦，拜托。好，人生总是关关难过关关过，现在是从业以来最大的人生挑战来了。我现在，陈教练，我要准备上马了。请吧，今天就来破关吧。怎么办？好像上残酷舞台一样。因为马儿很容易受到惊吓，教练特别贴心的叮咛、体验规则和注意事项。好，背打直。那我刚刚有跟你提醒过。好，特别注意
你在马背上你可以掌控的，不要吓到它的就是你的尖叫声，要控制哦。等一下就是轻松，好，我们就把它当作家里的沙发。马术体验第一步要先和马交朋友，因为彼此在马场上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培养感情就先从绕场散步转圈圈开始吧。绕了几圈，等我比较熟悉在马背上的状态之后，教练开始第一关特训了。好，两只手腕动一动，对，动一下，很好，你看同时的一、二、创业以来最大起步，三就在马上面前，四，各位观众，很好，五，为什么我要在马上做复健呢？看起来教练还没有要放过我的意思。脚跟，可以吗？可以吗？轻松就好。他一开始会有点紧张，对不对？好，我们再做一次就好。好，那我们走近一点。人生总是充满着挑战。接下来马匹大灾问，来聊聊马吧。那接下来其实教练要告诉我们一个很关键的观察马的情绪，还有一招就是要观察马的耳朵。那马的情绪啊，其实我们当然马的耳朵绝对是我们阅读它情绪很重要的一个部位。假设马今天耳朵是这样往后折的，它一定就是在生气。看完了我这只菜鸟的马场初体验，马场创办人金牌教练的马术表演重头戏压轴登场。马术培训中心创办人杨宏宇儿时就和马儿结下不解之缘，展开他的奇幻旅程。我是大概从国小三年级，然后就一次偶然的机遇，在一个在关渡悬崖保护区那边骑着脚踏车，看到里面有马，那从那时候就开始对马有一个特别的情愫在。一开始他担任牵马小弟，每天在马场打工不嫌苦，努力接受正规马术训练，在世界挑战杯等多场赛事夺得冠军。那我最想做的就是在能够在所有的人都能够学习的状况下去做一个第一层的推广。右脚是滑雪吗？右脚放，肚子趴马上，没关系，肚子趴马上面。困境竟然是在下马时候出现的。好，好，脚跟放下，好，右脚放掉了吗？还是你现在这边睡啊？好，就睡在上面。我怎么会下来的？对，脚跟放下，对，撑，好，对，右手放掉，对，趴下去，趴马上，左脚放掉，左脚放掉，对。放轻松，滑。哇，今天来到马场体验，学习到好多马术相关的知识。主播出任务，成功。